你们这后面的高度是有不同选项了吗？你说这一支的高度？对对对。这一支的高度，这支高度可以带几件吗？它的高度可能没办法，除非说你要做客制，我们管子帮你做加长。Oh, OK OK。可是我们会怕说，就是说你荧幕挂上去有重量会往前倾。嗯，比较对。OK OK。你大概要多高的高度？两个32寸的荧幕。两个32寸的吗？应该是不太行。32寸主要是要看它的荧幕这个宽度。好说，好这个宽度。对对对，如果说它这两个不会去互相碰撞，倒是 OK。目前看起来应该可以。这一组的话，我帮你看一下。你是台湾这边的厂商？对，算是台湾这边。那它这一组的话是71.8，然后它可以 for 43寸跟49寸，可是这是属于神送的。嗯，对对对。所以如果说你32寸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对，32寸两个下去应该是没问题。可能就是说这个要往下调，然后这个打到像差不多这么高。OK， 就 OK 了。嗯，啊，后面有做那个穿线孔，然后下面是有钻孔，这个是钻孔。对，它是打螺丝下去固定在那个桌上的。OK OK。如果说你是想要找那种类似夹桌上，还是说平放？就是都可以，就看哪一个会比较好，还在研究，对啊。因为要看客户了，有的客户觉得说钻桌子很麻烦，要伤到桌体，对，就会属于说想要用桌上型。用桌上，你们也有桌上型？有桌上型的有，好像那样子。对，像那样，可是它管子是比较长的。OK。还是要交换个名片。好啊，可以啊，欢迎。你是做哪一部分？我是算工作室的。我个人工作室。对对对。哦，没关系，那我给你我们业务的名片。是我们国内业务的。好。对，如果说你有什么订购方面想要的话，你可以打电话去公司，然后找这位洪小姐，她就跟你报价。OK。你就把你的需求跟她讲，她就帮你配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